美国要大选，目前看起来拜登说他自己再选一次，为什么又要他？他真的很老，我看到他就觉得他走不开。还比较熟悉的叶耀元教授，权力的问题。当你曾经当过总统之后，你会不会想再当一次？一定的。就算是他原本要念一个字，然后突然会变成一串不知名的语言。没有一件事情比打仗更贵。中国还会对你做任何做到更渗透，就表示他不想打，他直接想打的时候，他干嘛渗透你？可是感觉俄国也是对乌克兰只有在做，然后还是打。他是一直在做啊，然后没有用啊。对基辅、对乌克兰中部啊、西部，那个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台湾不是、欸，台湾有用啊，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都有效果、欸。真买的梗、欸。俄罗斯。